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。10月2日，知名网红四川可乐与女友刺货小仙女举行婚礼，当天前来捧场的网红络绎不绝，有网友晒出疑似陈小春参加婚礼演出的视频。视频中，陈小春一身另类服装入场，身后跟着不少工作人员。54的陈小春虽然不再年轻，但还是脾气十足，上场表演一段热舞令人惊艳，又蹦又跳依旧活力十足。不得不说，网红四川可乐真的牌面十足，逛街亲的豪车就20多辆。赵本山女儿乔乔担任证婚人，安九、木森、高迪等一线网红都前来贺喜，连一线明星陈小春都能请来，可谓是给足了面子。不过也有网友猜测，这只是山鸡哥的模仿者，对此你们怎么看？我就当真，我说算。